看一下。然后我的位置。这是今天要坐的波音747-800。一周的出差结束了，前面就是仁川国际机场。到机场了，然后准备去登机走人。估计是有什么明星，然后现在已经在机场里面了。哎呀，全是摄像机，是准备去他们这边的大韩航空的休息室看一下。这边没啥意思，都是一些西式的沙拉，这边有一些炒菜、牛肉、炸鸡块什么的。这边还有非常独特的韩式泡面，我看到很多人都不吃饭就拿这个。这就是我在机场的午餐，胡萝卜汤、橙汁、拉面、喜酒、蹦高地沙拉，还有炒饭，准备开动了。这是今天要坐的波音747-800双层客机。然后我坐在第二层的最后一层，所以这里应该是我的窗口。这里是一楼的商务舱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我们的座位就在最后一排，其实蛮 cozy 的，脚步空间巨大。我上一次坐的是一模一样的位置，20A， 在第二层的最后一个。然后你看这里的空间，我觉得这里面应该是放鞋的。这边有拖鞋。然后还有一个过夜包，小桌子好像在这里面。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它这两边有非常大的储物空间，你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比如我的包一般就会放在里面。然后这边有个毯子、耳塞，还有小枕头。这个安全演示也非常有韩国特色 ，Oh my god！